站住！右丞相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吗？造反的是太子殿下，他软禁皇上矫诏禅让，大逆不道的篡夺皇位，全都受到了蒙骗。在下奉劝总丞相和诸位大人，还是赶快悬崖勒马吧。荒唐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妖言惑众。左丞相，庄贤王现在正在里边救驾，是不是我妖言惑众？待会儿便知分晓。哼，我看觊觎皇位的恐怕是王爷吧。大权旁落，心有未甘，竟然趁殿下出宫之际，以此无稽之谈为借口硬闯寝宫，这是居心叵测。是啊是啊是啊，请王爷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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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爷一片坦荡，绝无异心。各位和我想一想，身为手足至亲，却被殿下隔绝于门外，严禁探视皇上，实在是有违常理呀。忧心如焚之下，就算是抗命硬闯，那也是情有可原呐。你不要再巧言狡辩了，倘若皇上无恙，只是被软禁，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来呢？是啊，我看这里头肯定有鬼，各位大臣快随我去护驾。左丞相请留步。怎么，你真要跟我兵戎相见吗？来人，快快拿下这些叛徒！是，住手！住手！干什么？住手啊！快住手！千万不可自相残杀呀！右丞相，我劝你识相，快让开！喜见皇上圣功康泰，真是朝野万民之福啊。皇上恕罪，臣等糊涂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啊。真的该死，真死，现在没工夫跟你们计较，朕要先去清理门户。地狱里去忏悔吧。皇上，是皇上啊，伯伯你看。王爷他们成功了，皇上被平安救出来了。
皇上。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多行不义，必自毙。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天龙，你还不快快俯首认罪，束手就擒？我还没有失败，我还有一张王牌呢。李湘。拉定他的，已经剧毒攻心，无药可救，根本就活不成了。所以谁都不必投鼠忌器，快解决了这个祸害。不，李湘，天龙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冲动。只要你肯放了李湘，一切都好商量啊！啊！皇上，若妃，你快说句话呀！李湘她虽然中毒，可是还有救啊！无尘师父有冰铲可以解她的毒啊！冰铲，就是刚才救朕的那个东西。启禀万岁爷，冰铲已消耗殆尽，化为乌有了。啊不，即使冰铲化为乌有，一定还有其他法子可以救宁香的。天龙，你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。你敢放了宁香？你休想！除非放我一条生路，快点这么做！你们别再一打一仗的做戏了。就算他真的没救了，你们也不忍心看他死在我的手上吧？